最近，马蓉、王宝强和他们两人再次热议。这两人已经离婚了几年，但王宝强和马蓉仍然是无止境的没完没了。马蓉发出消息称，他想要揭露事情的真相。他高喊王宝强出来接受采访，并发话趁今晚八点见，吃瓜群众纷纷来围观。更说王宝强吵完老婆吵孩子，吵完父母吵死去弟弟，吵完离婚吵新欢，吵完活人吵死人。这种艺人应当封杀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